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Gameplay HK 啊！喂，今次我哋同大家玩只咧好搞笑嘅免费手机游戏啊 ，Flip Diving， 咁系免费 game 嚟嘅，咁啊 iOS 啊 Android 都有噶啦，咁啊影片内容一条 link 啦，你哋可以下载嘅。咁系啲咩嚟呢？就系、是、你喺悬崖边跳水啊，好危险嘅，大家有冇试过？我就冇试过啦吓，我顶笼咧都喺泳池跳过啫。咁你哋有冇试过咧？系块面落水啊，或者系肚墩落水啊？是超级痛的，块面落水好像被人打了几巴那样的。那好了，我们试试玩一下 game 先啊。悬崖边水面有个箱。这个男人身材不错，没有肚腩 ,ok。不过鬼佬来的。摆明真的不是我啦。好了，试试玩先。只需要按住他就会有个箭嘴啦。他就摇下摇下摇下这样啦。你去到。嗱，他摇到哪里放手就会跳的了。那我们放啦，放。喂喂喂喂，唔系撞我啊！喂，头只手只手只手掂到嚿石又唔得啦。不过咧执到个箱吓，估唔到咧。不过估唔到拍片第一次玩俾大家睇咧，即刻衰，唉，样衰啊！继续嗱，再试一次啦。而家我哋试下斜啲啦，斜啲斜啲斜啲，跳，去脚落 ，OK， 脚落，再嚟个呢度就危险啦，要再斜啲啦，转转，喂喂喂喂，肚腩啊！喂。喂，摆啊，冇啊，皮皮，喂，个头 ，os。喂，摆啊，冇啊，皮皮，喂，个头 ，os。啊，惨望啊，唔知有冇死到咧？冇事，复活就系个，转脚落，轻轻松松先，再嚟，再转转脚落 ，land。可唔可以头落噶？头落先系正宗跳水啊嘛，系咪啊？试下先啊。头落，哇，差啲个肚腩落，佢会计输噶个肚腩落，哇，好高啊！我哋斜啲啦，唔好跌倒落去最低嗰层，几多个圈呢？靓啊，呜！嗱，而家我哋留意一下个位置啦，隐约你见到有两个浮标噶，我哋跳落喺浮标中间，见唔到有两个浮标，所以咧又唔可以太远，又唔可以太近嚿石度。哇，到 ，yes， 再嚟跳啊！可以有几多分咧？喂，唔系撞石啊嘛，唔好啊！哇，好彩喎，靓啊 ，switch 啊，佢话试下先。脚哎呀，哇！脚哎呀，哇！男人最痛爱，佢冇事喎，几坚挺喎，你睇佢完全唔怕咧，好高啊呢度，得唔得咧？哎呀，临尾衰咗啊，个肚落啊！好啦，我今次咧八个跳嘅 ，new record 13个圈。咁当然玩呢啲游戏一定有嘢抽啦，如果唔系点逼你氪金系咪先啦？有啲咩抽我哋试下，而家我有164个金币，可以抽奖，唔知可以抽啲咩正嘢翻嚟，可唔可以抽啲人物啊？哇，肥佬，阿肥佬啊，阿 Big Dave 啊，你今日身形，你不如唔好跳，你翻屋企休息下，坐住个水泡玩下好啦。我可以抽多两次，可唔可以有靓女啊？其实可唔可以女性啊？着性感泳衣三点式得唔得？诶，开发咗个地方、啊，大树，我哋喺棵大树度跳，一阵可以玩一下啦。再转好嘛？头先悬崖啦，跟住大树，而家又可以转到啲咩出嚟呢？喂，可以口空翻啊，正啊！转咗场啦，哇，得唔得噶？喂，好重啊！哎呀，佢话肚腩落，鬼咩咁大个肚腩，大佬，再嚟后空翻，得唔得 ？Good， 我第二棵树，第二棵树 ，pat pat 落，正，哇，好高啊！再跳，好重啊个感觉。yes， 之后咧，诶，落翻嚟呢度啊，得唔得咧？我唔得肚腩，哎呀，错咗啊！ Hey, way to go. You just set a new record. 我哋咧可以拣跳跃嗰个方法噶。头先我哋咪抽咗个后空翻嘅，其实咧之前咧本身我有个系普室啦，
跟住咧普通嘅前空翻咁样啦，再加折埋啦。呢、這个动作咧比较高难度，佢就会咧加 20% 嘅 cons 喎 ，bonus 会有。后空翻咧就系加10个嘅啫。咁不如我拣呢一个啦。而家暂时我得3个动作噶，睇佢接唔接到啦。诶、又得脚落，好型。临尾嗰嘢真系接埋接到啊！个肚腩冇顶住啊，好劲啊！个头落。再嚟接埋，哎喂，太近，哇，超正啊！呢个落水，脚落，我踩到个桶，再嚟，头落，我又系顶到个桶啊！我个头痛唔痛咧？其实应该唔算好痛啦，佢都冇嗌救命，过界，过界。落得咁靓过界，真系冇计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可以再抽嘢啦。究竟想抽女角色啊，定系抽唔同地方咧？不过而家我想抽唔同地方多啲。喂，喺湖度跳啊！而家试下先，拣啦，又系肥佬啊？拣人啦、啊，拣翻我哋嗰个瘦蜢蜢嗰个型啲，好唔好啊？哇，好矮啫喎！哎呀，根本一个圈转唔转到啊？试下啊！嗱，我咁准啦，睇得唔得？过半圈，好啦，好贴啊，好惊啊！会唔会撞啊？喂，唔好撞！喂，做乜仲撑起身？喂，几好笑喎、啊！喂，唔系，原来撞系几好笑噶喎、啊！不如玩几波撞啊！好啦，今次最高，我哋劈劈落地下啦！劈劈可唔可以撞两嘢咧？撞第二层，再撞翻第一层咧？唔得喎！我唔系劈劈，喺前面啊！哇！好痛！我真系自己都 feel 痛，有冇血流咗出嚟啊？好恐怖啊！好，咁我哋睇睇有咩可以 unlock 啦，睇先啊！我哋 unlock 咗棵树啦。跟住有个绳索啦，嗱悬崖我哋之前已经有噶啦，跟住有个跳板未解锁啦，跳板系咪即系等于泳池嗰种咧？灯塔我想解锁去玩下，气球热气球，热气球可以喺边度跳啊？唔通系气球顶有？呢个系有钱佬嘅屋泳池啊！喺有钱佬嘅屋企度里边跳城堡系咪护城河嗰度跳咧？咁啊只船仔啦，跳弹床、救码头，跟住有个起重机、独木桥，哇好多嘢玩喎、啊！你睇下，好正喎、啊！唔一一再讲啦。人方面咧，俾大家睇下嗱，有个一开头嘅角色，有个男人啦，有个肥佬啦，有个生意人啦，举哑铃，佢跳完落去系咪执埋个哑铃上嚟噶？可以系，跟住有个女人啊 ，Florence， 但系呢个 Florence 就点解唔系着泳衣嘅？喂，就篮球员跳水嘅佢系，唔知点解。空手道都跳水啊！啊，真系好笑啊！呢只鸭仔，你唔识游水，不如你唔好跳啦，好危险噶！我同你讲，哇，佢湿咗水都几重下噶喎，会都企鹅系咁多啦。哎呀，好失望啊！点解唔系比坚尼呢？好啦，拉斯次睇下我可以做到几高嘅纪录啦。咁啊难玩就唔难玩嘅，咁啊要慢慢熟习啫，同埋 Q time 一流啦，都系。诶咁啊，好轻松第三层啦。哎哥，哇呢个斧碌，好彩真系好彩，仲有好高喎，黐线噶，好恐怖喎，冇事。呢个哇吓我喐噶，佢有多远啊？真系跳企咗上去，哇顺利过晒几关啦而家。仲有咁大咁，喂喂喂，哎呀，贪心，
好啦，玩完啦。其实我可以再挑战多啲嘅，不过停咗录之后慢慢再练下啦，大家斗挑战下啦，睇有冇机会日后可能再拍多条片啦。如果我解锁更加多嘅场地或者系角色之后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有兴趣嘅喺个影片嘅内容条 link 可以下载嘅，免费游戏嚟噶吓，咁我嚟解满一流。但系现实真系唔好咁跳啦，认真小心跳崖好危险。好，迟啲有其他新嘅手机游戏再介绍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